2022年 For One 的 For Five 的同学请注意，贝拉老师的 Math MS 补习班要开始喽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贝拉。在这全新的升级版课程里面，老师将会通过五种不同的学习模式，让你在学习 Math MS 的道路上越学越轻松。一、提前学，在我还没有开始讲解的时候，大家就可以通过我的录制视频学习整个 chapter， 为整个 chapter 打好一个基础。然后当我正式讲解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简单很多。二、live 播教学，在这里我们会进行第二次的学习，把重要的知识点整理好，把不明白的地方解决掉，然后带你一步步的提升，做越来越有挑战的题目。三、课后一对一讲解，不管是课堂上的问题还是学校的功课，都可以在线下一对一的问我，千万别害羞哦。四、无限同步学习，今天学了三个月以后想要再复习可以吗？可以，而且不明白的地方还可以问我哦。五、课业审查，每教完一堂课我会给一些练习题，以审查你是否明白那一天我教的课。还有这整个课程呢会以中文讲解，但是笔记和练习题会以英文和国文的哦。这样一来，大家不但完全可以听得懂，还不会脱离学校的课程，所以给我一堂课的时间，让我带你体验原来数学可以那么容易明白的哦。马上点击以下的link了解更多哦。